哎呀，说是迟，那是快啊！这日子过得，小日子过得就是快啊！这转眼一间呢，就7月底了。今天是7月26号啊，下午几点了？下午差不多将近5点半了。咱们开车这回去哪儿了？去 Calgary 啊！去 Calgary 的时候，咱们现在过了 Riverstock，有那边距离吧，就是在 BC 省的1号公路上呢，有一个美丽的风景线。美丽的风景线叫啥呢？这帮人都会叫成叫做 Last Spike 啊。那现在既然是 Last Spike，什么叫 Last Spike 啊？就是在加拿大有个铁道钉，知道了吧？什么样的铁道钉呢？走，咱们今天呢就带大家去看看加拿大这个传说中的铁道钉，好不好？好吧。哎，给大家看看这里的风景啊。看这个摩托车，嗨，就觉得很酷是吧？嘿，嗨，So whenever you wear the helmet, you look more younger than you think, right? Yeah, so pretty cool. Yes. So right now, oh, is it a Holley? Oh yeah, Holley Division, right? Okay, enjoy。之前我拍之前呢，我已经跟这哥们聊过天了啊，就是说呢，他呢是从 Edmonton 骑着摩托车去哪儿呢？去那个开着摩，骑着摩托车呢去那一个叫做就是过了一个 Riverstock，再往反正再往前开吧，就是三分二嘛，再开他再开1个小时，差不多就到了吧，就差不多这么概念。所以聊聊，反正看上去年纪很大啊。你说人家，哇，开那哈雷的威震，你不管年纪多大了吧，咱们说是迟，那是快啊！走，咱们先去看看这个 Last Spike 啊，这个 Last Spike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加拿大有个铁路呢，叫做 Canada，叫做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这个 Railway 有啥东西呢？哎，给大家看看这个啊，能不能看清楚？The last spike，什么 never lost 啊 ，dream 啊 ，what get around， 干嘛了，反正 dream 啊 ，close 了 ，can never from the sea to sea。然后我说的有点那个什么土腔啊，带给你带点那么加拿大口音。Our friend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the early explorer near the 3,000 miles of steels, real paw pushed across the vast plateau and left the soft mountain。你们看不懂吧？我也看不懂。反正最终就是意思，嘿，这儿看着没？这儿。啥时候 ？November 7, 18，我操 ，November 7啊 ，November 7, 1885。然后这是什么 ？A plan iron spike welded east to west， 就是最后一颗铁道钉啪往下砸，什么了？在什么日期啊？1885年的11月7号，这条铁路就贯通了。据说啊，当时这根铁道钉啊。你知道有多牛逼吗？当时这根铁道钉是黄金打造啊，你知道吧？哎，这时候咱说黄金打造，我肯定要挖。对啊，当时我也想到了，一会儿是，我也回去挖。那再看看这上面是，咱每到一个地方呢，就看看嘛，对不对？这是什么新闻？什么 ？While exploring those mountains in the summer of 1865, Water Help a City Survey, generally of British Columbia, noted the flight of eagles through the breaks in the Golden Range Mountain。哎，行了，大家有空都看看吧，这因为这是。就是这个地方就叫 Eagle Pass 啊，咱们说的不太清楚，那先给大家环顾一下啊。那是咱们的卡车，这就是那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现在夏天貌似还有些人啊。哎呀，天哪！我被蚊子咬了一口啊，蚊子还是很凶悍的哈。走，戴上墨镜，因为这个点了嘛，到点了，到点的时候你知道吗？温哥华好像我就没见过蚊子啊，温哥华很少看到蚊子。我很少被温哥华咬，温哥华的蚊子咬。一旦到那个，这什么时候？我们叫什么？一旦到了 Calgary 的时候就很恐怖了。一旦到了 Calgary 的时候就很恐怖了。啊，我们走去看看，看看这个铁道钉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啊，那里有 gift shop。Last Spike。大家能看着吗？哎呀，这个蚊子咬的我咬死了啊！这个点儿来的不对。哎。
每次咱们看到这些牌子的时候，什么东西都给大家驻足看一下啊。National Historic Civil 什么什么什么 Engineering Set。 好了，我就不仔细看了啊，慢慢翻译吧。嗯，这啥意思啊？我还有这，看到这个没？ Use this bridge at your own risk， 啥意思啊？就是你要过这条桥，摔死了没人管你啊，自己负责。貌似这个桥很危险啊。走，喝醉酒不能走啊，你妈走了摔死算自己的事儿。好了，我们传说中的拉斯拜克有多大啊，给大家扛着啊，大家跟紧我的脚步，看着吧。 The 104 anniversary 就是一百年的周庆吧。 of the diving of last bike was commander blah blah here，就是1985年是什么地方，就是为了纪念这个最后一个铁道钉啊成立一百年，他们建了个这个东西。你看是上边9:22的时候就造了个这个东西啊，看着吗？哎，你看着吗？这个看着没？这就是告诉你1885年的11月7号的时候呢，啪，这根最后一根铁道钉，知道吧？这是1985年的，这边是用法文的啊，别的有些人大，有些法文的说，这里看是什么，这是 laborers of the thousands who built all the railways。这好像是法文吧？不 ，skill and laborers of the 不是、啊，这个不是法文。下哦对，上面那个、上面是英文，下面是法文啊。就是这个就是为了纪念呢，这上面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就是为了纪念呢。为了纪念什么呢？就是说，哇，这帮人嘛，就是 thousands， 就是很多人嘛，对不对？很多人那个，建这个 railway 嘛，因为当时也用华人嘛，大多数华人来这里人头税。当时现在也有一阵呢，也是说这个人头税的问题。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啊，这张图片，我怎么感觉像一堆猴子在？大家有没有感觉这个？有没有这个感觉啊？我觉得是一堆小猴子在这儿，建的。这个图像上的人啊，都好像这个挺神奇啊。貌似是 driving the last spike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critical British Columbia November 17th， 貌似是挺猛啊。他说：“哎呀，我们赶的还挺巧啊。”行啊，这就是这个拉斯拜克啊，我们再去那边那个 gift shop 看看。你说，哎，有些人想着急了，说先去那个火车上看看。不着急，咱们这火车看完了，你看火车这边拉的集装箱啊，就是朋友们。我靠，这咋这么夸张啊？这火车挺猛的，拉的都是集装箱。有时候我还可以看到一些火车拉那个货柜的啊，就是说，拉那个全是大木头，基本上。小么小儿郎，书包上学堂，不怕风来吹，不怕那暴雨狂。我们来到拉斯拜克呀，看看什么有东西。这边的火车呢，通常都在100节上啊，就是70节算短的，所以说这时间呢，哎，看5分钟过不去应该。那咱不管它了啊，这样才有那么旅游的气息嘛，对不对，兄弟们？拉斯给你说 open daily， 早9点到下午5点，所以这里关门了啊。看 COVID alert， storm max credit vibration。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 gift shop 现在还开门，就是因为我们来的晚了，它关门了。因为现在不是我关门不是说5:40了嘛，对不对？那完我们再看看这个大铁钉子。我靠，刚跟一跳还能动了啊！这就是当年铁道啊，这就是当年铁轨，看，挺神奇啊。这就是大，就这种大铁钉子，蹭蹭砸下去。看这个。Last spike， 拍个照，是吧？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没事干看到了风景，拍拍照，是吧？
还不管了，我们最后去看看那个大火车去，好吧。火车有没有多牛逼啊？咱不知道啊，咱看。看这边的铁道钉子，哎，貌似这铁道钉子。咱先观察观察了啊。是吧，下面都锈迹斑斑啊，也是可以啊。这减震器现在是哦，原来话可这减震器这么回事哦，轮子在那边哐哐压，这个加什么加轴，能看出来这工作原理吗？没事干，喜欢喜欢研究研究原理，研究完原理是吧。灯键哦，你妈待会儿开走了怎么办是吧。看我身后，通常这种情况，通常这种的火车啊，或者你加拿大很多地方都会有这种一节的火车头，你知道吗？一节的火车头啊，火车厢啊，就给大家干嘛，就给大家做参观嘛。然后它这个大木门就贴上了，这是它的后面。走，我们再去看看前面。那这里写的啊， Canadian Pacific 437336，那当时就是这种，当时就是这种，就是这种火车头。里面我们估计是进不去了啊。这边继续，我们登上去看看。哎，也没啥看头了啊。看这还有个杆儿，貌似这杆儿往起拿，这样能撩出来就出来了，就这么回事。这边铁栅栏，我靠！貌似是，我可以看到里面，给大家看看里面吧。这样看不着哈，我就需要把这个摄像头给大家调一调。里边好像很神奇啊。怎么样？里面也啥也没有啊，就是里面全都是，感觉他妈像鬼屋一样。你看那房顶啊，房顶很恐怖。是吧，貌似这是 COVID-19 期间还开门了，那房顶上都掉渣了。好了，这就是 Last Spec， 就是说加拿大 Canadian Pacific Railway 的最后一根铁道钉啊。哎，走吧，上卡车继续我们的旅途。怎么样，这就是一个著名的景点啊，只要是旅游吧去落基山脉的都会在这儿停，知道吧。今天刚哥免费带你们游玩一圈，怎么样，就是这种感觉。那边就是一号公路啊，这就是最主要的标志。然后紧接着就是这个什么东西呢，看上没有？就这个 Last Spec。 好了，走，我们上路。